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81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传承系列的铁腕，我赫然发现它是 Lobas Indiscar 2015年的啊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哦。那当时领袖的挑战它出现的时候呢，我本来还很期待说，哇，这是不是可以跟领袖之中的 RC 一样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角呢？后来发现啊，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。当年的玩具呢，它主要推出都是 W 级 Warrior Class，那这一款是 Deluxe Class，所以说它尽管表现比那一款 W 级要好，但是毕竟它强了一个等级啊，所以也不能说它有多么胜出吧。那以做工来讲的话呢，我手上这一款这个膝盖啊，你看这是，完全是软的一个膝盖，比较松弛一点，这边还稍微好一些，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其他的话则是偏紧，手臂的这个部分前后都是偏紧啊。那这款最要命的呢，是它的造型吧，干涉上呢非常的多，背包呢比较大，然后手部的话呢，肩膀这两个部件呢，就其实在手臂的各种活动上呢，干涉是比较多，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零件上的调整，玩起来才会比较顺一点。那手臂的手腕呢也是很紧实，大部分关节还是偏紧啊，腰身也可以转啊，除了就是这个地方。那附带的武器是一把半透明的一个小枪，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刻画，中间还偷了一个大洞啊。那面雕的话呢，我只能说，有模有样。但是你说她是个妹子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可能，就风雷模型，人家的头雕不是做得挺好的吗？那这一款的话，就是一个好吧，政治正确的一个表情吧。那么它的背包的部分呢，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两片部件呢是翻下来的，那就是记得要把它给掰出来。我初拿到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紧。那推了两次之后，它就比较松弛了。那玩具本身来讲，空洞倒是没有很多啦，就整个造型还是比较完整的。那脚的一个接地的话是有这样子，但是它脚鞋尖的话呢，不能够前后就没有的动啊，所以它的站立性来讲的话呢，因为虚位有一点大啊，站立稳的是没有问题啦，但是你要摆好看的动作，其实它的局限性是非常的大的，尤其是它的肩膀。这个造型限制之后啊，能够摆的动作真的是比较有限了啊。那体态也算好看，腰身还有做出来。那么来示范一下这款铁腕的变形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给挑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部件呢往后面，它这里有一个关节可以往后推，推过来之后呢，旋转这一个车窗，转成这个角度。这里呢也是一样的，推出来，转那个角度。过来，把它给塞进去。好嘞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，不对，肩膀这个部件呢推过来，跟这里做一个结合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推过来，这边闪一下，这个卡扣呢把它给扣进去，做个结合。好，然后呢记得腰部要翻转180度。顺便提一下，这个臀部做的还可以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车子的引擎盖这个部分，这个双动关节往前面推下去。然后整个背包是往后面，拉过来，因为你要迁就说，这两个凸要扣进去这两个洞里头，所以你终究还是要把它往后面拉过来的，整个推过来，好，压下去，这边，两侧呢把它给做一个结合，对，推过头。其实这款的变形体验不好啊，我必须要说它真的不好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车包人，而且包的空间很小。那这里的话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，在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上去，这里都有。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脚的话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部件翻开来，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推出去，然后到这里，然后这里翻开，这样一样把它给推出去。推出之后啊，我的建议是先把里面这个地方扣起来，它是上下，因为它是上下咬合，并不能这样直接强塞啊。其实强塞有点可能会扣不进去。那最后就是这个地方蓝色的凸，对，这里有个洞，还有这里有白色的凸啊，在这里扣上去，这里一样，两侧都把它给组合上去。啊，这里这个部分，这里要记得，这里要先扣上去。如果跑掉的话就，好了，两侧都扣上去了，前面严丝合缝的扣一下。最后这个脚底板这样子翻过来，好，那它的变形呢就算完成了啊，一台蓝白配色的警用车辆啊，这个应该还是赛星上面的警车，
滚动性还算可以。那武器按照说明书它是会扣在旁边，但是我觉得扣在旁边没有很好看。那你扣上面摆这样子的话会卡到，所以你只能往后面放。我个人觉得放后面可能还好看一点点。那整个车型的话就方方正正的，那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尾翼的造型，可能是它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。那透明的部件还有上方警示灯，可能是它比较有诚意的地方了啊。其他地方就非常低龄化玩具的感觉了啊。整个人物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车壳把人包起来的一个变形吧啊。如果说你不是对这个人物特别有爱啊，其实这一款玩具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没有很特价的话，其实跳过应该也是无所谓了啊。而且这个领袖的挑战这个动画，我是不知道传承里头会推出几款了啊。反正我觉得这一款不入，其实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